朋友，欢迎。 我方接受你的提议，欢迎朋友。你我已达成共识。 别来无恙啊，算是谈妥了。 我等皆青睐足下，你我所见略同。 先不打了，暂时不打。 手准备，顽强不屈。
下此番乃是初临战阵。你愚钝至此，简直无可救药。攻击敌军。挺住。尽情厮杀。诛灭敌军。放手一战，不然就死吧。洞明春雨，够了，杀！无法坠岩，看来他们也就这点本事。准备好了，时机已至，鼓起勇气，快快快！无命休矣！真是可怜的鼠辈。为了大业，杀！在，注意，杀！顽强不屈。真是毫无骨气。准备就绪。
作乱为祸之徒，不得其死。 放了他们，我可不是薄情寡义之人。 大人有何打算？
奋战。 之妙计，算无一策。 快去！一统天下，绝不留情。天命在我，谁敢不服？ 一统天下，绝不畏惧，一往无前。 准备急行军，行则同进，战则同袍。
请下命令。向目标前进。原地候命。援兵抵达，你将一败涂地，并被彻底遗忘。任你滔滔不绝，在我听来不过是淫淫狂吠罢了。士兵正在溃逃，
此等手段，也来献丑。准备开战，诛灭敌军，准备就绪，不要留情。挺住，片甲不留，顽强不屈，杀！做好准备，杀呀！将来我会再战，片甲不留。我军士兵正在四散而逃，杀光敌军，顽强不屈，尽情厮杀，做好准备。乖乖受死，我便可耳根清净了。杀！杀呀！哼，敌军士兵正在溃逃，鼓起勇气，准备就绪。在今天洗血，珍惜你剩下的每次呼吸吧。思维迅捷，则可避其锋芒。一
依计行事。战争还没有结束，放了他们，恪守职责。战争也是终结乱世的一种办法。向目标前进。祝你好运。你我已达成共识。请进，朋友。算是谈妥了。请进，朋友。方接受。
所谓难得而易失者时也，汉室危在旦夕，各路诸侯或是临危受命，或是趁此乱世争权夺利，群雄四起，刀兵相见。如今海内混乱，只有一条真理能立足乱世，天下的命运将由战争来决断。统山河，眼长远就接受吧。足下才智与我暗合，将得到伸张，姑且让你活到现在吧。反叛他们，注意，此地有埋伏。敌人
夫能有何言语？毁灭将让我喜不自禁，腰唇骨折如此，怕不是在自取其辱？准备好冲锋了吗？敌军士兵正在溃逃，关谷洞如簧之舌，你仍难逃一死。我军士兵正在四散而逃。为了大业，注意，杀！再不再起，亦是豪杰，但仍很愚蠢。敌将受手，战争还没有结束。恪守职责，今天放你们一马。是。意志坚定，方有此胜。我只怕辜负天下之人。
放怒火吧。战争也是终结乱世的一种办法。快去，打起精神来。消灭他们。保护江山，全力奋战。我们一路奋战不已，才有了今日。我等已无退路，是时候开战了。冬去春来，变化喜人。唯有从足下的缄默之中，我才能获得平静。Thank you.
事已定。欲成大业，必先有立足之地。我们不会攻击你的，你我言语轻快如流。
精神来。释放怒火吧。对面何许人也？无名鼠辈插标卖首，岂能容贼军有可乘之机？讨灭贼军，振奋武名。碾碎这些蝼蚁，如大河般奔涌，在干旱中也要坚强不屈。我等今日荣光，可留名于子孙后代。做好准备，注意，在，停住，敌军注意。受攻击，跑步，准备好了，跑步，加快速度，骑兵听命，速速前进。
战争还没有结束。还是有些用处。保护江山。请坐，大人。你的提案不错。很荣幸再相见。如此真叫人满意。很高兴见到足下。这很合理。很荣幸再相见。提的还算合理。